作为歌坛的大前辈，孙悦歌曲的知名度想必大家都众所周知。随着年龄渐长，孙悦逐渐淡出歌坛，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，在家相夫教子。不过近段时间孙悦把脚歪了，令网友担心不已。3月15日，孙悦更新微博再次晒出脚上近况，并配文表示，伤后第七天，伤腿没有越来越好，反而越来越难受，平时经常运动的我，要面对长时间不能动，觉得越来越难受，腰痛脚肿颈椎痛头痛，但是再难受也要坚持，谢谢儿子在我的伤处增加了色彩，每次看到心里都感受到特别温暖，因为疫情很多人都出不了门，我们大家都在煎熬并期待着，但是也要学会苦中作乐，我们都期盼着明天会更好，也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，加油。孙悦罕见晒出儿子的近照，从照片中看得出孙悦儿子已经长成了大男孩，染着渐变色头发，戴着黑框眼镜，小麦色皮肤十分健美。他耐心地拿着画笔在孙悦腿部石膏上作画，遗传了母亲的艺术天分。